是我也是参加奥运会以后拿到奥运会铜牌以后，也是结束了我的游泳生涯。然后参加水上工作也是因为我可以把我的游泳这份以前的这份技能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以前是当运动员的时候的最高就是说梦想吧，或最高舞台就是奥运会。但是你退出，就是退出这个舞台以后，你结束你的游泳生涯以后，你是你的工作，等于说是也是另一份新的开始，等于说这对我两个来说都是挺自豪的。